今天到达南京了，我们这样去打算吃点东西逛一逛，一会儿再去夫子庙看看有没有船可以坐。几天也不能出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南京，等下呢要去参加我们一飞砖的品牌活动，非常非常的期待。那每次重要活动前呢，我觉得每一个细节都要美美的，不能放过。就比如说，除了我们的面部以外，手部这种小细节是更不能放过的。所以今天我特别邀请了一飞砖的 SPA 老师来帮我做手部 SPA。没有听错，今天是手部 SPA。 那今天用的我们的面膜产品是特别特别的，你们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？哦，先给你们卖个关子，活动现场再给你们揭秘。我现在就要开始咯，一会儿给大家看。溜溜的特别嫩，然后摸着也是软软弹弹的，效果非常不错。我现在呢就要准备出发了，今天的妆造也做好了，跟着我一起去参加活动吧，一会儿见。我现在要去